拦那个国家领导人的车，拍到那个镜头，随即就被磁带没收了。确实没有从拍摄到直到结束的前两年也没有想过怎么结束，但因为生活一直在继续，一直在重复的拍摄，也非常的混乱，不知道真的这影片怎么能结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能结束的契机。那恰好南站地区正好是信访的，所有人都在那一带的一个大本营一样的地方。那正赶上奥运会，那南站改造，那他们这个地区的生活几乎就是等于在这一段历史可以结束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我就把它定在这个奥运会这个改造的这个南站建成以后。口袋，因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的政权的一个地方政府，竟敢下文言说你们到北京去行贿，行贿的目的整整是把上方的号消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制度它存在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但是民众的仇恨制造者，而且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民众的权利受到很大的迫害，更严重的是他在腐败这个体制，他明目张胆的去行贿，行贿已经变一个明规则。那么这么一种制度，我们怎么才能够使它？我们怎么能够说通过改革，通过或者怎么样去那个问题，解决它？所以你才知道照亮电影的苦难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它是制度性，不是个人性。所以你才赶着那么多老百姓，他们为什么赶着那么多苦难？说这个被抓了，那个送精神病医院了，不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他丧心病狂，而是这个体制使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个体制性的问题。所以啊，我曾经在去年的6月18号。全国政协常务会上，我做了一个演讲，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压力体系"，就说这个体制它决定了信访体制和共产党这个经过管理国家的体制是一致，它是种压力，不停的给地方施压，不停的把权力集中，这么种压力体制之下，它当然会发生赵亮所说的那些问题，当然他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所以很多老百姓到北京去，整整是为了获得某一些所谓的安慰。我们曾经做过统计，这是根据他内部的他本身的材料统计，2%不到。因为每一年有多少人到北京去，他们送了多少报告到上面去，上面批了多少之后有一些回音，2%不到。所以这么一个严重的体制，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种体制并不会杜绝人们下访，连信访局的原来的主任他也下访，他的问题遇见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上访为什么没效？他对信访已经可以非常了解，但是他也选择了上访。那么警察也上访，你看警察也上访，这个上海公安局的警察他们也上访，那么明明知道这种上访没有用，老百姓还选择上访，你们外国人也上访，你看这个朱莉也上访，朱莉也上访。那么我曾经问过朱莉，我说你作为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学生，我请问你在美国发生这个问题你上访吗？他说不会。我怎么会上访呢？是吧？我肯定打官司。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你要选择上访？他说因为中国的法官下面的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想到中央找个领导批个事。所以这一种制度它本身带来的危害，所以是制度性的。所以我们只有从制度性的危害去理解照亮电影中间那些镜头，你才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些疑问。